好，我们来讨论一下哈，这个带电粒子哈，在均匀磁场中，它的圆形轨道的周期跟频率。好，我们假设哈，这个磁场是 B， 啊，射出这个紫外，啊，有一个带电粒子 Q， 质量是 m， 速度 v， 啊，射到磁场里面，啊，跟磁场垂直。啊，我们根据那个磁力定律哈 ，F 等于 QVB。好，啊，如果那个速度跟磁场方向垂直的话，这 sin 角速度是一嘛，所以 QVB 磁力哈提供呢电荷的向心力叫 m 乘以多少？乘以这个 r 欧米伽平方啊，好 r。这是 r 欧米伽平方，二派，啊除以 t 平方。那或者我们用 r 公式平方，因为这里有个 v， 就m 啊乘以 r 公式平方。我先去掉一个 v 啊。那现在我要求它的周期，求它的周期的话哈。这个等于多少？就 QB 哈，就等于 m， 啊乘以多少 ？v 是二派 r， 啊除以 t 嘛，啊再除一个 r， 刚好可以消掉，所以得到 t 等于多少呢？二派 m 除以 QB。好，周期呢跟它设计的速度没有关系，只跟它质量。啊，还有带电量有关，哦，啊，磁场是固定的，那频率哈，就等于 T 分之一，等于呢，二派 m 分之 QV 啊。